因为亲民党大概我们党团有来了哈，那国民党党团也到，民进党党团，但是我们刚才有特别联络时代力量党团啊，他们非常明确啊跟我们的议事处讲，因无必要来那个时代力量党团的啊，他们不来参与这一次的党团协商了啊，所以我们就另定期再找时间再来协商了哈，好不好？啊，不免浪费大家时间当家嘞，好，好不？伊都无来，咱都没有办法有事全部到，那么，好，好，好。